Welcome to Ryan Toy Review。屁股也可以装啊。太多了吧，太多积木啦，嘿嘿。看这边还有一只老虎，这是猫，还有谁？老爷爷。还有，还有小屁孩，小屁孩，还有一只大老虎，还有这个是 monkey。还有一个老爷爷，老爷生，老爷爷，还有一个女 Elsa。我不喜欢这个。哇，太多了。这个要怎么做？这个要怎么做呢？你看后面。看后面有吗？这个有窗户哎，你看，它有窗户哎。哪一个是有窗户的？你看，这个有一个交通锥有窗户，但是交通锥在哪里？哇，它在那里啊！交通锥，你看这一台，它是蓝色的，然后这个是黄色。黄色的是哪一个？这个。哦，答对了。然后上面要用有窗户的那一个，在你的屁股那里。臭脚啊！臭脚丫那里，然后是交通锥。还有绿色的。绿色的是很长。绿色是这个吗？对，这个。哦，然后是对啊，它有凸出来，然后再放一个交通锥啊，对，交通锥。哦耶，我音乐做好，哎，没有做好啊。是啊，你看它后面凸两个，所以是那一个。哇塞！姐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Welcome to Ryan Toy Review。有装好吗？有。哇，又装好。你结婚吧！你这样总共做好几台了？对了。啊。好多。这样做好几台了。天哪，太好玩了吧！这个没有人开呢。Welcome to Ryan Toy Review。那是谁开？要叫老虎开吗？不是他，他就是帮长。要叫小屁孩开。就是这个。哦，他坐中间哦。这样太挤了吧？太挤了啦。要小屁孩站在这一台好了啦，交通最后面还有位置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。哇，这么多啊！那他可以一次吊很多台火车吗？